一、托盘，常用于周转、运输，适用于机械化、自动化包装，现代化搬运方便，节省人力，提高效率。二、彩盒，可直接用于产品外包装，提高产品销售竞争力。常见的包装方式有指塑、热塑、高波周吸塑、折叠吸塑、三对吸塑等。吸塑制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、通讯、厨具、家电、医药、礼品、食品、五金、工具、电子、玩具、包装等行业。